八月二十九日，标普 CoreLogic 凯斯席勒房价数据显示，六月份全美房价指数经季节调整后环比上涨百分之零点七，已连续第五个月攀升。尽管不断上涨的抵押贷款利率已将一些潜在购房者推至场外，但坚定的购房者仍有大量需求，他们不得不为极其有限的房源而战。Black Knight Inc. 称。 供应紧张和借贷成本上升共同推动的房价上涨，使得当前市场成为自1984年以来最难负担的房产市场。房地美的数据显示，三十年期抵押贷款平均利率在六月初触及百分之六点七九。自那以后，该利率已升至百分之七点二三，进一步挤压了买家。Redfin 的最新数据显示，截至八月六日的四周。 房价较二零二二年同期上涨百分之三。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八月二十八日突发枪击事件，造成该校一名教职人员死亡。二十九日，枪案死者证实为该校应用物理科学系副教授严子杰。三十四岁的中国博士生齐泰磊被控一级谋杀及持枪进入校园等罪。当天下午首次出庭，不得交保。法官对齐泰磊表示。 一级谋杀重罪，若罪成，至少会判处终身监禁，最高可判处死刑。非法持枪进入校园，最高判处二十四个月监禁。严子杰是齐泰磊在北卡大的指导老师。据校方网页显示，其去年加入了受害人严教授的研究小组，主攻电子和光子学、纳米材料、全息技术、微流体等。警方尚未确定齐泰磊的动机。 但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帖子曾表达了自己的挫败感、学习、工作压力等情绪，也提到了在美国的欺凌和孤独及自己的隐私被冒犯。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 Sean f i n 上任半年不到，就向底特律三大汽车巨头下了战书。工会合同工提出的几项要求，就连他本人都觉得相当大胆，包括加薪百分之四十六。 恢复传统养老金，实行每周三十二小时工作制。如果在九月十四日最后截止日前，联合会不能和通用、福特、克莱斯勒母公司 s t i l l a n t i s m v 达成协议，联合会可能组织这三家汽车公司的员工同时罢工。除了大幅加薪和缩短一周工作时间外，联合会要求恢复生活费津贴，结束新员工薪税较低的分层薪酬体系。 恢复退休人员医保和提高养老金水平，而汽车制造商认为，如果满足工会这些要求，企业的生存会出现问题，劳动力成本将增加八百亿美元，总的薪酬和福利支出相当于每小时一百五十美元以上，远高于现在的六十四美元。三大汽车生产商为了向电动汽车转型，总计要花费一千亿美元以上。 他们声称无力与联合会签署慷慨的劳资合同。费恩表示，汽车制造商之所以能取得创纪录的利润，那是因为在接受政府救助期间和二零零九年通用及克莱斯勒破产时，联合会工人做出了牺牲和让步。现在他希望工人们得到更多补偿。据 CBS 新闻八月二十九日报道，作为通胀削减法案规定的一部分。 医疗保险计划 Medicare 计划开始对十种药物进行定价谈判，旨在降低老年美国人的处方药价格。首批进入价格谈判的药物包括糖尿病药物 Jardiance、胰岛素如 Novolog FlexPen 以及心脏药物 Entresto。这次谈判是 Medicare 首次能够就药物价格与其6500万名参保人进行谈判。 目前有五分之一的老年人表示，由于药物费用的原因而放弃服药。根据拜登总统在周二发布的声明，根据通胀削减法案授权的谈判和其他定价机制，可为纳税人节省一千六百亿美元。商定的谈判价格将于二零二四年九月一日前公布，且要到二零二六年一月一日才能生效。